一蹦系八戒，蓝月亮激喜至尊，提醒您本期看点。我这么近的看到什么我都要哭了，他通水的，不玩了。刘总，你早就该治他了，我还不公平，你们这样子 ，no， 嘉玲姐轰了，这个节目叫我们疯了。洗澡才是好宝宝。哎，你爬树不错嘛，你要下来呀、啊。各位英雄，请抱拳。夏侯渊不会吃辣椒，就跟你说，堂哥不会吃辣椒。堂哥的套路啊！这个是西村大院，我们来啦！哇，这个会摔死的！我看着看着，好吓人的。哇，他们这鞋子真的是挺难走的。 我们来了，合作伙伴超水润、好肤色、水密码、水 CC， 就这么透气、会呼吸的月如意，一气美容，深层保养更见效。沙曼丽莎 ，OPPO 拍照手机，我们来了，闪充之后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充电5分钟、通话2小时、超人气拍照手机 OPPO R9 独家冠名播出的《我们来了》，感谢我们来了合作伙伴超水润、好肤色、水密码、水 CC， 就这么透气、会呼吸的月如意，一气美容，深层保养更见效。沙曼丽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 Everybody is fighting. Your mind becomes fast as lightning. Although the future i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, a bit frightening. The light that you're riding. 这么近的看到什么我都要哭了。他那个手就，我要疯掉了！我要在这里当饲养员。 乔恩，啊，这里面还有啦，还有少的。我们今天看多少只熊猫啊？非常多，有10多只，而且都是今年刚出生的熊猫。啊！这个，啊，这是真的，我以为。 我以为是玩具，啊！别开闪光啊！别开闪光啊！他们都是今年刚出生的熊猫宝宝。哎呦，好可爱哦，好像假的哟！哎呦，它在动呢！哎呀，它在动！啊，它伸懒腰，它伸懒腰。 哎，我都起鸡皮疙瘩了。我要哭了，陈乔恩。不要哭，你要哭，娜娜也要哭，我也要哭了。哎呀天哪！我突然觉得我也可以来这里看一天。这个可以傻傻的看一天了。妈呀，那个里面是刚出还没长毛的。 没见过这么小的，哎，动了，还在扭屁股，可爱呀！好神奇啊，从这么小一点长到那么大。啊，这是出生几天呢？前天刚出生，2天。他自己钻，那个布是专门给他做成那个样子，他自己就往里钻上去，就让他感觉在妈妈身边，对，在妈妈身边的感觉。 熊猫基地，我们来啦！这个我们旁边这个呢，就是可爱的熊猫美美。我们想问一下，你在这边工作多长时间了？ 1年。那你是成都的吗？我是。你也是成都的。对，大家都知道熊猫，它是我们成都的一张明信片。熊猫它只是生长在成都，所以我们熊猫它只听得懂成都话。哦，说成都话。饲养员养成记，红蓝两队分别抽签，抽到较长竹签的队伍可优先答题，回答正确得1分，回答错误对方得1分，最终得分多的队伍可在给熊猫做饭和打扫房间2个任务中进行优先的选择。雅芝姐先，娜娜，你刚才说抽哪个？我感觉短的就是长的，长的就是短的，这是套路，那就抽长的，就这个哈。 哇，我觉得他有可能那个更长呢。江玲姐来抽出来看看。啊，真的哎，聪明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游戏女王。那开始套路了。第一题，请看题板，请问图片中的熊猫宝宝它在做什么 ？A. 搭河蟹 ，B. 搭浦蟹。啊？ 搭河蟹还是搭浦蟹？哎，这个什么叫搭浦蟹？什么意思啊？打哈欠跟打喷嚏是不是？搭河蟹，搭河蟹，哎，你不能提的。哦。哎，你不能提的，你个鬼灵精！刘总，你早就该治他了。是。你看看他这个人，刘总威武，女王，他根本就不守游戏规则的。 A， 你不能提的，不能提的。A， 我们不要打扰他。A， 我们不要打扰他。A，B 跟 C 呢 ？C，A，A， 你不要再讲话。哎，雅芝姐，你回答呀！你不能再讲话啦。哎，雅芝姐，我是不会提醒你的哦。 我想 C， 那有 C 的问题 ，C 就是能不能，比如说，因为普通话我不是那么好嘛。雅芝姐是没有 C 的，没有 C 的。雅芝姐，哎呀，我的东西怎么掉了？哎，哎，怎么在这儿呢？哎，我的也掉了。雅芝姐，雅芝姐，你这样在他听不到，我都要猜了。那是普通话还是四川话？这是我刚才说的是四川话。四川话，哎呀，四川听不懂了。 姐为什么？雅芝姐为什么就不接坨呢 ？Be careful. Be careful. 哦。Be careful. 没有，我是突然之间那个心血来潮，我打 B， 我打 B。哎哎，好大一只虫啊！哎，怎么这儿有一个？哎，公布答案，公布答案。 所以答案是 B， 答案是 A。为什么？我们都已经提醒你到这种程度了。你们呐 ，Be careful 啊！白娘子就是任性。我们不断的跟你说，雅芝姐实在不好意思。我听着家里说 B 什么？你要相信我们队员。 他说不能靠队员嘛，因为他不知道规矩，所以他一直问 C 的规矩是什么。白娘子真的很正义啊！你们真的。来，我们给大家解释答案啊。我们四川话当中，打河蟹就是打哈欠，打浦蟹就是打呼噜的意思。就睡着了。哎，如果是打浦蟹的话，他眼睛就应该是闭上的，就睡着的。哦。好，来，接下来第2题，请抽吧。 抽哪个？这个细的。就他。我们赢了啊！你看，还有更短的吗？哎呀，这是什么东西哇？这个我还以为我们赢了，我真的。请听题。 湖上有2只刚睡醒的熊猫宝宝，它们的眼睛是眯着，在四川方言中是哪一个 ？A. 抓萌中 ，B. 混不动。抓萌中，混不动。抓萌中，混不动。我跟你有点事要商量商量。你一个人跟我们两个商量什么事嘛？一个人跟我们两个人商量。Karen， 你看着我。Karen， 你看着我。你们两个女孩子聊。陪我聊一下，我有问题要问你啊。你问问，你问什么？ 你不要糊我的嘴，没关系，我们很公正的，我们很公正的。我们必须，喂，哎，我们必须陪嘉玲姐好好聊。哎，你必须回答正确 ，Karen 必须要回答正确。必须回答正确吗？必须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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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队长。 怎么会这样子的？队长，你们懂四川话吗？哇，你不要说！哇，你们全部都是鬼呀！哇，不公平！你们这样子，不能，不能这样子在牙齿姐妹。 嘉玲姐轰了，这个节目叫我们疯了。嘉玲姐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随便答，我们相信你，按你的感觉。好，快答。你们蓝队吗？你们是 blue 啊？捂住你的嘴。就 B。他通水的，不玩了。哪里通水？通水不玩。我们第一轮那么通水都没有通进去，所以证明我们没有通水，对吧？对啊，我们那么通水。 还是你们得的分。你们两个成都人啊，不能这样欺负我们的。哎，对，我赞成这节目不公平。他们是成都人，但是摆明欺负我们，听不懂。而且他们通水啊。对啊，然后你们全部跟着他通水。我们，你这个队长不对的。不对，韩哥，你要站出来。好好好，不闹了，现在你自己答，我们不说话。逼哦，太过分了。所以答案是 A。 我们必须陪 Karen， 你必须回答正确。发蒙咒就是没有睡醒的意思，然后 B 那个魂不动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在四川话里面没有这个词，很烦了吧？你们都得分了，你们就窃喜就好了。我们都没有提示的这一次，因为我们吸取上一次的教训，不提示是最好的提示。好，你上。好，第三轮。这两个就完全看不出来的，一模一样。哎，谁先抽？你让他。我刘总说让你啦。你来。分分钟，你看。死定我！不会啊。 先答的不见得得分。我们这个游戏就是先答先错。对，他们根本听不懂成都话，让他们答。出题：熊猫宝宝可以几岁谈恋爱 ？A. 3岁 ，B. 5岁。啊！哎，这次你为什么讲普通话呢？啊，刚才我们四川话，你们哪个问题都听不懂。这个难的，这个很难的。怎么难？你到他们那去啊？回答。 3岁还是5岁？不能回答。现哎，通水的我，哎，通水的我，我没有通水。这样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吧，就是还科普哦，通水的我。你看嘉玲姐马上上网查。有提示的我，嘉玲姐上网查的我。好，来，现在请回答。3、2、1。3岁。好，公布答案。你们今天全部都绕过正确答案了。耶！ 这个游戏叫做先答先做。圈养熊猫它的4倍，它的寿命差不多25岁，所以5岁等于20岁，它可以谈恋爱。3岁就是12岁。谁抽的长的必错。对，还有千万不要早答。好，第四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来，抽短的啊，抽短的啊，娇娇先抽，抽短的，短，你看这么短。 好长啊！那个更长。你看，哇，果然。啊，长的，真长一点点，我妈呀！熊猫妹妹，来一个。其实熊猫的肠胃它非常的不好，而且新生熊猫幼崽的肠道是无菌的，它们没有我们生存所需要的肠道菌群。那么，看答案不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手都打断了。我眼睛在想，没有，我真没有，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。那么，各位队员，熊猫宝宝必须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获得肠道菌群呢 ？A. 它吃窝窝头 ；B. 吃妈妈的粪便。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，请回答。3、2、1。A， 绝对又绕过了正确答案。耶！他吃妈妈的粪便有菌群。耶！哎呀，我怎么这么不淡定？好好好，最后决胜局两个队长，我们俩就是这边吗？我尝尝。耶！哎，决胜题了。 我先，嘉玲姐，等一下，你过来干嘛？你过来干嘛？找嘉玲姐去聊点事情，请教一下吧。过来干嘛？你看到答案了，谢娜已经看到答案了。它那个上面是没有答案的，我也没有回答，没有，我是来过来叫你走开一点。哎，嘉玲姐也是套路深的，我站在这儿跟大家说吧，熊猫它整天都披着它厚厚的皮衣，你们认为熊猫是怕热还是怕冷？哦。 太简单了吧！请回答。我觉得是因为怕热，因为四川冬天其实挺冷的。我看他的眼神，我有点害怕。对啦，怕热。所以我们的比赛结果是蓝队胜利。你们有优先选择我们今天两个活动，我们要扫便便，对吧？那所以我们就选择扫便便，因为扫便便可以看到熊猫在里面，可以给熊猫宝宝扫。 就是给熊猫宝宝没有，给熊猫宝宝扫便便。你们扫完了以后，我们就拿东西进去给他们吃。啊！这个游戏叫做赢的就是输，输的就是赢，先抽必输。好，走吧。现在室内有3个小宝宝，然后正好他们要那个吃那个奶，然后我们就在这边，就打扫。哇，红队要气死了！那心脏100了。越奶吧，哇！哎呀，你看它。咱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盆盆奶。这么大还要喝奶哦？我还以为是那个小 baby 嘞。在这边来，这边就是因为我们一会儿会把这个清扫出去。啊，你过来。 好快啊！我的真的玩得好快！哎，哥哥快喝完了！哎，哎呀，这个真的好可爱呀！你看他的眼睛还看着我哎，太可爱了！之前有一次机会跟他比较近的接触，但是像今天这样的接触是很难得的。 不，呀，喝的好香哦！喝完了，之后就把那个盆子给他，他就会自己玩那个盆子。哎哎，袁弘后面还有一只，小心小心！保护保护！哎呀，他们排队啊！他们舔盆子。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竹子就把它清运出去。好的好的，好好打扫卫生了。 哎，等一下！反了，小心！你反了！哎，哦，这些就是碎的了啊，这样容易一点。哎呀，哇，你看，不够专业吧？很难的，好难的。 便便拿走吧，哎，它的便便都是咬碎的叶子，哎，咱们熊猫的粪便，我们叫的就是青团。青团，哎，对，因为它里面都是竹叶子，没有异味的。哎呀，没有味道的，没有味道是咬碎的叶子，没有味道的。啊，真的没有。嘉玲姐，你好像在分地瓜，一点都没有哎，是竹子的清香味。那你们也不要这样闻。是真的，它清的，它真的是国宝拉出来的。 粑粑倒是香的，可以拿来泡茶。嘉玲姐，你疯了！你不可以，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哎，不可以！我们就一起就出去了。他不能出去。哎，可以抱着出去吗？我帮你一起吧。我第一眼我要抱他，哎呀，他好可爱，哇，好可爱。 出去玩去喽！这个就是熊猫的窝窝头的原材料，哇，像麦芽糖的味道。然后用你的手把它和匀，里面有很多种，像什么燕麦片呀、黄豆粉呀这些，你要把它混合均匀了才可以。哎呀，说的好饿哟！对，给我来碗米饭。真的，这个闻着就已经有想吃的那个欲望。哎，我好想吃这个香蕉。 让你们给熊猫做，每天送去的时候就没有了。你们加水进去的时候，你们不要一下子全部倒进去，你先倒一点，你边和边倒。这样做就是这个窝头尿，你把它放进去。哎，窝头尿啊！撒尿牛丸，做撒尿牛丸的本尊在这里呢。啊，对，啊，问我就好了。那你现在不用做这个，做一个撒尿牛丸吧，用这个。那我要那个。因为会把熊猫吓到。 然后这边还有几根这个竹子，哦，把昨天的竹子拿走。嗨，好懒啊！你不想醒是不是？我的老天爷呀！你先来抱抱哟。哎呀，哦，你好可爱啊！ 可爱啊！哎呀，哇，你是考拉吗？呜呜呜呜呜！哎，给你挠痒痒，好可爱啊！它挂在树上。 你要下来呀！不要！哎，你爬树不错嘛，爬树，哎，爬树，哎，你爬树不错嘛。这样对，然后用力把它推出来。哦，哎，月饼啊，真的是熊猫要多大才能开始吃这个窝窝头啊？啊，2岁多的熊猫就会慢慢的给它加一点这个。嗯，雅芝姐，你这个好漂亮，谢谢。我们把这个放在这儿蒸上。 我们在等窝窝头好的时候，我们就给熊猫给它做一点冰蛋糕呀，这些来消暑。对，自己那个用水果在冰上面布置。哎呀！就是你，用假话。 哇！尔大熊猫。水果里面最喜欢吃什么？苹果、啊。苹果。哎，这个问题太简单了。失败了。本来还要抢答的。熊猫肯定喜欢吃我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堆火好啊。这就是女生和男生的不一样，你看嘛。 雅芝姐，你这是刺身吧？你这是做的，哦、好像三文鱼腩哦，中间这一坨，也加点那白色。蝴蝶放竹叶这儿。哇，这么肥的蝴蝶怎么飞得起来呢？太对了，你是这个蝙蝠吧？好了，你们把做好的蛋糕端起来，让他们看一下。熊猫绝对一上来就吃我这个，我告诉你。你像熊猫的名字里有个猫字，所以会吃金鱼。我有小花，还有蝴蝶。 好了，我这就是一个竹林，是很丑。要不我们帮他洗澡好不好？我们去洗澡。可以把它抬过去。去洗澡好不好呀，宝宝？洗澡去。走。哎呀，好可爱呀！哎呀，他不想洗啊。他不喜欢洗。哎，他跑出去了，原来。 喜欢洗澡的吗？有啊，基本上不洗了。哦、洗澡才是好宝宝。哇，他也来抢，来洗澡，进去吧。哎，他好像坐便盆一样。有，看来他还挺喜欢的。你看他好享受的样子，你看他这个好可爱啊。我们是春天的花花。 等一下，小雨涵，哎，他喜欢洗澡哎。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。啊哦啊哦，戴上浴帽，唱唱跳跳。啊哦啊哦，美人鱼像泡泡。我帮你洗澡啊，这样。对的，我们今天的任务就结束。好，各位，任务结束了。再见了，好可爱的。我们不想走。再不折腰走了。 拜拜， 太可爱了，他那种可爱到就是他怎么样对你，你都不会害怕，你不会不开心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通过我们跟他的接触，通过饲养员跟我们的介绍，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保护他，因为我觉得地球上每一个生物都应该得到尊重。 我都看熊猫是在那个电视上看到的，我想在这边工作。奶爸们跟我们一起合影，来来，老师，来来继续。萌萌，萌萌，萌萌，我们给你煮了窝头，还是好干。萌萌，过来吃苹果，萌萌，哪儿有苹果？啊，来了。 他的样子好像一个老佛爷一样啊，就是网上最红的那个葛优瘫。好乖呀你！要不要等他先吃完了？他已经吃完了。哦，这么快呀？哦，你看他好聪明啊，就看着了已经。啊！哎呦，哇哇哇！哇哇哇！哎，哇哇哇！ 有劲的我他哦，来要小心啊！还有谁想试一下？萌萌，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啊，他会闻，你看闻，好聪明哦！啊哈！哎呦，哎呦，没事没事，好力气好大，真的。Karen，Karen， 来，小哥哥，萌萌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你太懒了吧！ 哎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！哇，好棒！萌萌来个窝窝头。哇，这个是你们做的窝窝头啊？对啊。我他好像比较喜欢吃这个。自己站起来。哇！太棒了！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哎，他点头了，有点。梦梦，我爱你。哎呀！梦梦吃饱了，吃饱都走了。我觉得人类要保护我们的环境，那环境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野生动物、我们的生态、我们的大自然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责任。那我们熊猫已经是非常非常稀有了。那如果我们还不保护的话，那很快就会消失了。保护不仅仅是因为它可爱，更是因为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都有它存在的意义。全世界的野生大熊猫已经不足1900只了，每一只大熊猫都是大自然的恩赐，爱它也是爱我们的未来。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对着标本去认识熊猫，保护大熊猫离我们并不遥远，爱护森林不乱砍滥伐，珍惜大自然，保护大熊猫，我们来啦！爱情是两个害怕寂寞的人一起逃避，所以让我们勇敢的相遇吧。芒果 TV 梦幻自制扑倒男神恋爱实战真人秀黄金单身汉，我们来了！闪充之后现在继续，欢迎回到由充电5分钟、通话2小时、超人气拍照手机 OPPO R9 独家冠名播出的《我们来了》。感谢醒着拼、累了困了和东鹏特饮。国美在线不只有家电，97年专业燃气剧林内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看戏啊，抽将入相啊！来了来了来了！这么大的木偶啊，原来是变脸！哇塞！哇！ 哦！哇！哇！哇！哦，这个好神奇呀！哇！哇！这么近，这么靠近的看不清。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木偶戏呢，它起源于唐代。然后呢，场上的3位老师呢都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。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就是哇哈哈哈哇哇！大家猜是谁？ 不知道，许仙，我娘子。接下来送给雅芝姐。哇！谢谢谢谢。好像啊，真的。我们接下来看第2位，每个人都有啊。这是谁？嘉玲姐，不是我。 这是谁？这是我的那个新电影《三少爷的剑》，然后我是演慕容秋迪。哇！到时候请大家去看。哇，好漂亮！还没上，怪不得不知道。好，接下来大家猜猜看会是谁？武则天。哎，是我。暗恋桃花源。哎，这舞步，哎，本尊上去一起跳一段。哎，哇！ 下面这一位又是谁呢？娇娇，娇娇好像啊，《幻城》里面新鬼。哇哦，《幻城》好像啊，一看就知道是娇娇哎。好，下一位。 教主，教主你好，你好，哎呀，很高兴见到你，哇，连衣服都像哎。接下来下一位，Karen。 不会，袁弘十三爷是不是？我觉得像奚梦瑶。啊，你有演过这样的角色吗？有啊。啊，在昆剧那一天啊。哦，是你。好，下一位。 还有甩辫子，哇，好像哇！参见十三爷，十三爷吉祥！哎呀，哎呀，衣服跟我当年穿那个戏服一模一样。哇！好，下一位。我知道他是谁。哦，他是那个大白晶晶。 哇，好像啊！双胞胎啊！好像啊！好像！哇！哎，韩哥该出场了吧？接下来还有嘉玲姐，我太想看嘉玲姐的那个了。 刘阿叔，谁说书生哇，这个也像啊，好像啊！啊，哥们儿，后头带着点啊！哇！接下来所有人都期待的。哇，我也很期待呀，他们都很像啊。好。 嘉玲姐，3、2、1，哇！我的妈呀！太棒了！哦，肩后，万福金安，他把你的梨窝都做出来了。 各位，我们自己操控一下自己，好不好？好，操控一下自己。你看娜娜，我要做那个甩辫子那个，1、2，甩，哎，没甩过来。我们接下来跟所有的这个木偶表演艺术家，我们一起合张影，带着我们自己的人偶，好不好？ 开动！我觉得这次到成都啊，大家收礼物真的是拿到手软啊！从那个雅芝姐到娜娜，我又看到了现场有好多那个纸袋子，又有礼物可以收了。哇！先讲一下，虽然我不是四川人，这个不是我的故乡，可是呢，却是我的熊孩子的故乡。我有一只黑熊宝贝。不知从哪天开始，不知道哪一天止，你一直都藏在我心底。时光停在你眼里，害怕的不敢声息，我好想住进你的灵魂。他们都很可怜，因为有些可能手啊、脚啊都被砍掉啊，我们就。 盖了一个救护中心，然后就是把所有我们救回来的这些黑熊，然后我们要把它们治好。黑熊宝贝，它本尊没办法过来嘛，所以就送大家它的礼物。谢谢。哎呀，好痛啊！我觉得。 这一次让我最赚到的东西，就是可以认识这一帮人。我们10个人都是非常有爱心的人，然后大家也共同想要做更多好事，可以用我们的影响力去影响更多的人，关注我们的这个世界，做更多公益的事情。谢谢。节目组把那个捐款地址写到这边。英雄宴游戏规则：每位偶像抽选一位三国里的人物名字，按照既定的台词进行点名接力游戏。说错台词或者接力中断者，将接受吃辣椒的游戏惩罚。那我叫貂蝉，小乔吧，孙尚香吧，花女啊，文丑，大乔，夏侯渊，庞德，赵云，曹操。 各位英雄，请抱拳。文丑，请赵云吃辣椒。赵云不会吃辣椒。那么，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彭总会吃辣椒。唐国不会吃辣椒。那么，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小乔会吃辣椒。小乔不会吃辣椒。那请问谁会吃辣椒？ 文丑他会吃辣椒，文丑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夏侯渊会吃辣椒。夏侯渊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曹操他会吃辣椒。曹操不会吃辣椒。啊！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文丑会吃辣椒。 文丑不会吃辣椒，那么谁会吃辣椒？那么谁会吃辣椒？说错了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小尝一口，实在不行要给我。哎，请抱拳。张飞是谁啊？曹操请张飞吃辣椒。没有张飞。他说的。你们在跟我说，为张飞是他了。谁啊？关羽啊，哪有张飞嘛？记错。娜娜为什么要坑我？ 我下一次就不会错了。各位英雄，请抱拳。大乔，请貂蝉吃辣椒。貂蝉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大乔会吃辣椒。大乔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小乔都会吃辣椒。小乔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大乔会吃辣椒，大乔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文丑会吃辣椒，文丑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关羽会吃辣椒。关羽不会吃辣椒，关羽不会吃没关系，队长文丑会吃辣椒。他不能吃辣椒。 对，我真的不会吃辣椒啊！各位英雄情报全。关羽不会吃辣椒。什么关羽不？我是别的可以吗？你可以吃花椒。花椒，花椒，花椒。这个我都顶不顺，这个辣椒。其实没关系了。 有点麻而已，对你嚼一下就好。赵云，好。我们现在走那个来一轮淘汰路线，输了以后吃了就走人，端一盘走人，去医院洗胃。还是往后挪一点，往后挪一点好不好？就看谁弄到最后。各位英雄情报全，关羽请。 曹操吃辣椒，曹操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夏侯渊会吃辣椒。夏侯渊真的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小乔他会吃辣椒。小乔也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呢？大乔会吃辣椒。大乔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关羽会吃辣椒。关羽啊，关羽，关羽。 我已经麻到一个，我不是人了，我已经对麻椒麻昏了。哎，再吃一个吧，继续麻。我不行了，我不。好，淘汰一个嘛。关羽是真不会吃辣椒，我真不会吃辣椒。乔恩来。各位英雄情报全。 庞德请文丑吃辣椒，文丑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谁会吃辣椒？貂蝉会吃辣椒，貂蝉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赵云会吃辣椒，赵云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小乔会吃辣椒，小乔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大乔会吃辣椒，大乔不会吃辣椒。两姐妹了，我们。大乔会吃辣椒，大乔会吃辣椒，大乔他会吃辣椒，大乔他会吃辣椒，大乔不会吃辣椒。 大乔不会吃辣椒，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小乔会吃辣椒，小乔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关羽他会吃辣椒。关羽已经走了，走了吗？哎呀，淘汰了，淘汰了，凳子往后面移啊，退出比赛。好不容易进了另外一个。各位英雄警报全。庞德请赵云吃辣椒，赵云不会吃辣椒。那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夏侯渊会吃辣椒，夏侯渊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貂蝉会吃辣椒啊，貂蝉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赵云会吃辣椒，赵云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孙尚香会吃辣椒，孙尚香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庞德会吃辣椒，庞德不会吃辣椒。那请问谁会吃辣椒？文丑会吃辣椒，文丑不会吃辣椒。那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夏侯渊会吃辣椒，夏侯渊不会吃辣椒。 那么，请问谁会吃辣椒？曹操会吃辣椒，曹操不会吃辣椒。那么，请问谁会吃辣椒？文丑会吃辣椒，文丑不会吃辣椒。那么，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庞德会吃辣椒。就跟你说，庞德不会吃辣椒。那么，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大乔会吃辣椒，大乔不会吃辣椒。那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夏侯渊会吃辣椒，夏侯渊不会吃辣椒。那么，请问谁会吃辣椒？ 吃辣椒啊！貂蝉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曹操会吃辣椒，曹操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文丑会吃辣椒，文丑不会吃辣椒。那么请问谁会吃辣椒？夏侯渊会吃辣椒，夏侯渊，夏侯渊。教坏了，他是冤种。我本来是准备，我本来是想，我知道，害他了，你起来了，这个游戏好可怕。哎，你走过最深的路是什么路？南哥的道路啊！王婆婆在卖茶，三个观音来吃茶。 这个是西村大院。哇！哎，我们来啦！哇！欢迎欢迎欢迎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了，我又来了。哇！欢迎。 在上一季的这个就是我们来的节目当中呢，我是协助10位偶像完成了一场时尚大秀，但是这次的风格跟上一次完全不同。嚯！那我们就有请我们这位非常了不起的设计师郭培，好不好？有请郭培。醒了，突然之间。郭老师来了。 特别高兴来参加这个节目。去年就看了10位偶像和这个中国的年轻设计师做了一场特别兴奋的秀，往往就是跟我们的 T 台模特演绎作品的那种感觉不同。所以我这一次真的是因为大家，特别来参加这个节目。时间很紧张，要不然我们这样吧，我们分为2组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个是嫁衣系列，啊，一个是庭院系列，对。高定的高字不是讲的是价位的高啊，这些它更接近艺术，就各行业里面它都有那种极致的追求，所以我们的高定它更多的呢是纯手工，甚至说它根本没有时间的界定，不是流行。 所以，往往一件作品呢，会代表一个时代，成为时代的记忆。彩排完毕之后，我们需要用我们的 OPPO 手机，然后留下一张最美的定妆照，好不好？来，彩排了！哎，好紧张啊！好了，来，奚梦瑶，你第一个出来的时候压住了。啊！谢谢韩哥。好，奚梦瑶准备好了。关上。老师看你的。 第一个，哇，好看呢！钟馗，在那个点回头，中间回。 走的稍微慢一点，对对对对，再叉腰这样一下，然后你的重心再换一下，每一面3秒钟，然后转身回。谢娜特别厉害，谢娜一直都绑着带子走脸，你待会看她走的，我觉得没问题。她那衣服我觉得试了，就这精神我觉得没问题了。这边3秒钟，那边3秒钟，留头回。 对，好。哇，他们这鞋子真的是挺难走的。那个，摔倒一个。哎，那个鞋子能不能先给它处理一下？比如说，对对对，比如说它那透明的，我可以用胶带先给它固定一下。伤的，我真的已经摔了一次了，刚才扭了一下。 哇，这个会摔死的！我看见了，看见，好吓人的。感受一下 Lady Gaga 的鞋就这么高。我走过最高的一个高跟鞋，也就那么高，跟 Lady Gaga 一起。假如一下，哇塞！28。哎，老师，这种鞋要怎么走啊？就正常走啊。就是这你要用脚掌 hold 住它，抓住这个鞋走。真的是我们最难的工作才会穿到这么高的高跟鞋。这个鞋子一定要特别小心才可以。我怕，我有点危险，我拐到摔倒怎么办啊？我不想走。 因为第一个是我怕摔跤，我后天要回去北京拍戏嘛，就要开戏了。我那个念头就是说我不能让自己受伤，太危险了，我觉得。所以有很多的那种紧张、焦虑，会不会容易受伤啊？我担心容易会崴到，因为厚的底的鞋你比较难抓住它，所以你容易这样。我不是说我不愿意参加这个东西，但是它太难了。 是非常抗拒的，这个我不敢穿。可是万一我重心不稳，我踏出去我崴了一下，所以你的重心就一定要在前脚掌。其实我今天也特别紧张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郭培老师这个鞋子，我觉得应该是最起码是20公分起。其实这个鞋子对于专业模特来说也是非常的困难。我现在已经三魂少了。 怎么办呀？我孟蔚姐姐，因为现场还有2个鼓风机需要把这个衣服吹起来，所以我们现在要 rehearsal 一下，好不好啊？来，我们先调试一下鼓风机。因为我一出场的时候就希望就是在舞台的两侧就摆一个那种鼓风机，然后可以。 做那个沙可以飞起来的那个效果。好，音乐走。哎，这边应该是这里的吧？对不对？这有2排，那个把它往这样。对。而且这个东西，我在我自己的演唱会上面。 我做太多了，所以我太有经验了。哇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好，有了。哎，好看，漂亮。来，我们再来一遍。胳膊抬起来，好。走到 T 台的前面，你就摆一个 pose， 你当然就要转身回来嘛。刚好走到那个点，就突然间来了一股怪风，那个风就直接把它缠在我的腿前面了，所以我就裹在那里，我就不能动了。有风从这边去就有麻烦。 回家收衣服啦！我连舞台都没上过，我走你后面，我太怯场了。雅芝姐，他们说谢幕要一个一个走，你可以走吗？如果是一个人，因为他那个太难走了，必须得有人扶他。你吃到力，你要能吃到力，就是吃到力。这个主要是上这个台阶特别难，对，所以我会帮你到后台再这样对。还没有那么快呢，还没有这么，比这还慢。 从来没有穿过这么重的一件礼服，它有40多斤，而且最大的难度呢就是那个裙子的裙摆很窄，就是你每跨一步只能半只脚那样走法，所以走的时候要特别慢。有一点点紧张，它还真的不是普通的时装秀，用郭培老师的话说，高级定制会让真正 懂得审美的人会看到流泪，会让他们看哭的，所以想到这个还是有点紧张的。太适合嘉玲姐了。转身不要停，直接转一下，然后把这个甩过来。这个衣服千万不可以停，一停的话就不好转身了。因为都是大件的，很大气，然后拖地拖很长。因为我们没有走惯 T 台的话，转弯都难度很高。 就一定要稍往外一点，外一点，右手翻过来。我可以转得过来吗？我好。可以。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卡住，然后或者是那个衣服会皱起来，不好看。对，转身，然后右手翻过来。对，好，往前走。这个还比那莫薇那个简单点。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 刷一点，胭脂呢，在你的额头加一点点，点一下在这里。你们都不会相信我所有的妆都是自己画的吧？目前来说有点像道姑，比你越法后哎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头啊，等一下配上我的鞋子，我第一个就要站在老七身边跟他拍张照。完蛋了，你要马上就要赶上我了。我一看到这个。 头发，我想到《星球大战》啊，我就想这样的羊角辫什么的，我想弄她这样子的，《星球大战》的女王。那个小妆就那么着了，有点跟你衣裳不搭。我也觉得是。亲爱的，那个妆一会儿你看一下衣服好不好？啊，我怕它有点不搭。啊，那等会儿穿上衣服再看一下啊。我觉得就灵感是很重要的，如果全部都按照以前的来，那就没有创新。是想加入一点新的东西，弄那样一个造型会很撑得起来，把这个衣服的感觉。 啊，亲爱的，我把唇彩换成金的，然后把点点换成褐金色的，装上试试看，好吗？好，要不然有一点冒险啊，很大的冒险。设计师老师觉得不是很合适的时候，我就跟化妆师说，那要不我把我这个擦了吧？我觉得这样整个脸没什么颜色。他说要甜美嘛，我试了一下，但是我感觉撑不起来。再给我们5分钟。 因为我一开始设想就是这样子的，我选择我觉得好看的。我好了，我要拍照是吗？作为娇娇来说，年龄很小嘛，她的审美跟郭老师肯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其实我知道你喜欢的东西，可能有年龄差距，我有些是也是很难改变的。我不是没有尝试过，老师，我刚试了一下你所说的那种方式，可是我觉得。 因为毕竟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模特，我就只是因为第一眼看到了之后，觉得娜塔莉波特曼这个妆特别合适，我才这么做的。怎么了？有时你的坚持有你的道理，只是我们可能我在我的角度，你在你的角度，其实都没错。最终为了让娇娇在这个场上能够呈现出必要的那种自信，包括我们都跟郭老师做了工作，然后让她按照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妆发去走。我是真的很想让这套衣服在我身上用我的妆发衬起来是最美的，我觉得这是对设计师的尊重。 那娇娇可能年纪比较小，而且她有她自己的个性，她有她自己的想法，我觉得都很好啊。因为她也提出了她自己的坚持跟要求，他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会长大的。好，我们要开始了，大家加油！走走走！哎呀妈呀！准备，准备，准备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谁先走？啊，我先走。所以现在就是要娇娇的情绪好就好。镇定，镇定。 杀全场，听到没有？不行，我这个时候也紧张。不可能！哇，你都紧张，那我们咋办？我们就当做玩一样，棒棒！来来来，大家加油！谢大林好。 各位尊敬的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张亮。哇，太帅了！这里是湖南卫视《OPPO 我们来了》节目的录制现场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成都文化潮流的最新地标西村大院，而我们今天的这场秀呢，邀请到了中国顶尖的高级定制时装设计师郭培。好了。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现在我们睁大眼睛，因为倾国倾城的家人，他们来了。老师加油！老师加油！其实是很棒，特别的。来，大家注意市长。乔恩加油！漂亮！加上，加油！还好吗？他们怎么歪歪斜斜的？没有。娜娜，你给我 hold 住啊！ 伸手。终于露出了活力尾巴。要出局了，出场了，出场了。 气场全开，看看。现在继续，欢迎回到由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，超人气拍照手机 OPPO R9 独家冠名播出的《我们来了》，感谢一泵洗八件、蓝月亮机洗至尊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是一个你很想做100分，而且你没有办法改的一个画卷。我突然觉得自己变得很有价值。当完成的那一刻，好像大家的心又重新在一起了，很奇妙的感觉。一如既往的完美，一如既往的好，每个人都很珍惜在舞台上的这种表现。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种玄妙的力量，就是有一种预知的感觉。从来没有穿过这么高的高跟鞋，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大的衣服来走秀，但是我觉得我做到了。 就是好像看一本书、看一个电影，到中间可能会有高潮的部分，你可能又要有一个让观众眼前一亮的一些效果。我觉得这个节目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第一次的体验，我觉得这种体验是非常宝贵的，未来可以越来越好。 人生第一次走秀，虽然有一些坎坷，但是已经是有一种自己成长的一个里程碑的感觉。每一个人上台就变身，他就会把能力散发出来。我知道他做得很好。在我们每一个演出里面。 也体现了我们的那种团结的精神力量，也展现了我们每一位演员能够适应任何一个环境、适应任何一个任务的天生的那种潜能跟爆发力。大家互相配合，有交流啊，就把那个感觉传递出来。 我们来了，闪充之后现在继续。欢迎回到由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，超人气拍照手机 OPPO R9 独家冠名播出的《我们来了》。一泵系8件蓝月亮机系至尊，提醒您下期看点。有，就眼神。节目组有什么要求的话，尽管跟我们讲。虽然我们不一定会办到，但是我们会尽力。欢迎各位。